其實咁嘅，今日出嚟講幾句啦，因為其實咧，我前日揸住依張唱片啦，其實有少少感觸嘅，咁足嘅原因咧係因為即係跳舞唔容易啦，咁嚇，你哋認唔認同好廢？大聲啲，咁我覺得我講嘢叻啲啊，你會唔會喊？你出唔出嚟啊？你咁多嘢講，你不如出嚟啊喂，係啊，其實我幫佢搞啦，我搞呢啲古靈精怪，OK，我意思，有冇人買咗啊？可唔可以都支持下？因為堅持要出隻實體碟，實在係唔容易嘅，我哋仍然堅持到今日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哋，好冇？Thank you。 依兩日做完show咧，其實望住隻碟有啲感觸，咁就原因係因為原來我哋已經去北京北角出咗第十張唱片，我哋係十張，超過百幾隻歌，百幾隻歌係，百幾隻歌係一個咩概念咧？百幾隻歌嘅概念就係由2004年啦，正寫咗第一隻歌，由車我開始，跟住我又寫咗十幾廿隻。 阿六號又寫咗三四十隻，黎媽又寫咗幾十隻，再加埋近期阿 Patrick 嘅加入，幫我哋一齊做咗幾隻歌，一齊創作咗幾隻歌。啱啱最新嘅碟 J 區 Jason 區，由幫我哋寫咗幾隻歌，一齊創作咗幾隻歌。啱啱最新嘅碟，J 區 Jason 區又幫我哋寫咗幾隻歌，一齊創作咗幾隻歌。個概念就係由2004年，我哋台上面六個人，到2023年，先至寫咗百幾隻歌。係唔一件唔容易嘅事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叻嘅事情，我覺得好自豪。我哋能夠堅持到今日都繼續創作，所以希望大家都俾啲掌聲，同我哋一齊創作嘅每一位，同我啲隊友啦，多謝你哋，大聲啲好嗎？我哋會繼續做落去。我哋幾個好幸運嘅，因為咧我哋每次有演出嘅時候，有演出嘅機會咧，都可以喺個台嗰度接受大家嘅歡呼。但其實從第一日開始咧。 有個人其實陪住我哋一齊去做創作，佢嘅創作甚至乎比我哋台上每一個喺 Rubber Band 入邊嘅參與度更加高，因為 Rubber Band 大部分嘅作品都有佢嘅名字喺度。我好希望今日借大家最大嘅掌聲，多謝我哋 Rubber Band 其中一份子，填詞人 Tim 雷。阿田你喺邊？阿田可唔可以起身啊？阿田 ，I love you。 多謝你，可唔可以再一次最大嘅掌聲俾阿田啊？係，佢創作寫嘅嘢比我哋幾個更加多，所以佢係我哋最重要嘅一個聲音。多謝你，我今日突發奇想，我唔知你中唔中意我咁講，我好希望有一日可以睇到你。 開你嘅作品展，再加埋你嘅個人演唱會，唱下歌嘛，係咪？再加埋 pro dance 表演，少林足球加音樂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我哋再一次掌聲 ，Tim Lee， thank you。 最近，都想得到這刻心跳嗎？男聲我都得㗎。嚟啦！當天已是戀人，會否自首？喂，低啊！你有好感。